啊，可以直接演示，他可以直接这样多长，然后决定。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开始。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连韭菜都会用的 2FA 认证。然后我想先请教各位，有没有不知道 2FA 是什么？不知道的请举手。哦，有一位，那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要连韭菜都会用？哦，总的，为什么是韭菜？对，为什么是韭菜？韭菜。就是被收割，然后在最近在流行区块链还有一些加密货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会跟着进场去买，然后就被收割到钱，被 A 走，那这些人就会被称作韭菜。那其实我们就把它泛用为韭菜，就是初学者或者新手，其实也可以。其实我这里是初学者的意思，所以我们怎么样？最近区块链很流行。然后呢，我发现其实大家都在想区块链落地的应用，那落地应用其实不好想。那我这边提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范例。那下来，我今天会讲四个部分。那首先会从安全密码的问题开始，然后这边会，因为我们现在使用所有的系统都需要，电脑系统都需要。登入我们自己的密码，那密码安全其实在现在会越来越重要。那知密码会有它的问题，所以才会出现了所谓的 2FA 的认证。那 2FA 认证是不是会有更好的 2FA 的认证的方式？所以呢，主要今天分享是这一块，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简单的主播的模组。然后再附带两个小小的主播模组开发的小简介，那最后我们再来 demo。那我先自我介绍，我叫 Jan Bosch， 然后在主播社群里面是 Yoben， 因为我的 email 就叫我就是 YLBN， 就是 Yoben， 然后任职在 AUO， 然后也是新的韭菜一枚。那首先讲密码。因为讲到密码，想到最近各位应该都有注意到，有台积机在替台湾卖干的这些灾难的大公司，然后最近损失了3亿元，就是因为资讯安全的问题。然后让我想到，其实密码是资讯安全的第一关。那各位一定如果有使用公司的系统，或者是自己的系统，是不是都会设都有设定很复杂的密码呢？因为你一定不肯设定1234。这是第一名的密码，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再复杂密码都不安全？那因为投影片的关系，我解释一下现在的，当然太小了。其实那是一个裤子大王的广告，但是因为给胖子穿的裤子，它广告词就是再大的鸟都装得下，就他们家的裤子。然后这边是一张。那个 NASA 机器人专家制作的图解，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密码设定的规则是有多么的不安全。他用漫画的方式去解释，我后面有提出两，主要是因为密码现在要设定的很复杂。其实这个规则是20年前制定的，那20年前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骇客，20年前的电脑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轻易就破解大量的。数的密码，然后呢，其实刚刚上面他怎么解释要这样？各位如果有设计、有使用这么复杂的密码，大小写、英文、加数字，还有特殊符号，好，那恭喜，其实这样密码反而更不安全，它据说3天就可以破解。那定期变更密码会不会比较好？像，我的公司它就会规定2个月。2个月变更一次密码，于是我怎么做？只好去把密码再变后面加工嘛，再加一个简单的方式，然后再切换，因为它规定又不能重复，然后反而降低了密码的复杂度，就是前面那一张漫画的写表示的，所以其实这样反而，据这个是哪里？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研究显示，用这种定期变更的密码，然后网络攻击，它其实有17%的密码，五次内就可以破解。那离线攻击、暴力攻击就不用讲了，它破解的比例会更高。那因为密码是不得不用的，那有没有更安全的方法？那目前现在通用的那个电脑识别使用者身份，是不是这个人的因素有三种类型？那一种是你已经知道的，像我们讲的密码，或者是你提款机、提款卡里面的 PIN number。那第二种是你只有你才有的，比方说手机，我们现在一般手机就是一个人一支嘛，或者是你有一些以前有 USB 的那种 OTP 的凭证，那也算。或者你看提款卡就是一个人一张，就自己的。然后第三种是与生俱来，比方说眼睛，而不是瞳孔或者指纹。那这三种其实只要用了两种，你就可以视为它是比较安全的登录的方法。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网站，比方说你需要进行交易的银行的或者交易所网站，其实都现在几乎都会要求你做那个 2FA 的认证。那所谓的 2FA 就是现在看到红色的那三种，选两种，有达满足其中的两种叫 2FA。那我现在想问一个各位一个问题，那各位常收到，比如说你登录网站，然后收到一个简讯，然后你要敲这个简讯，然后再登录，这样算不算 2FA？ 我想一下，算了，其实有可能是不算，因为 2FA 它收你透过封那个手机机台收到的这个一次性的密码，好像不一定算是你独有，而只能算是你已经知道，这样跟你的密码进去，它还是 EFA， 它还是一种而已。因为密码在网上，现在只要淘宝有买一个便宜的东西，然后在你附近就可以接收你的收到的简讯，所以那个简讯发来的密码不能算是你独有的。那刚刚讲结合两种方式，就是最简单的。各位的经验，我们大家的经验就是提款卡，我们去领钱的时候一定要带提款卡，然后插入 ATM 的时候，他又问我们 PIN， 就是我刚刚的第一种，所以这就是 2FA 的使用。那许多网站像是脸书啊或者其他网站，他会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再加一个 Google 的 Authenticator 的 App， 然后来做 2FA 的认证。然后我等一下会简单demo 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的目前有的双因素的认证。那 Google 的 Authenticator 是一个 app， 就是你可以装在你的手机里面，然后这个应该好，然后它是提供基于时间的一次性的密码的认证。那比较妙的地方就是你在敲这个密码的时候，应该是说你在网站敲入这个密码，因为网站会显示一个空的让你输入的资料，可是网站怎么知道你敲的密码就是你手机显示的那个密码？就是说我们在登 2FA 用 Google 这种方式登录的时候，我们先要把手机打开，然后打开 Google Authenticator 的 App， 然后它上面会出现一组六位数的数字，然后各位要把它敲到网站里面来。那其实这个数字并不会在网络上传输，那网站是在你第一次绑定 Google Authenticator 的时候，在网站显示一个资料给你的手机的 Google Authenticator 去记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会依照每30秒一次变更一次的频率，然后产生出由最初的你绑定的那个密码、那个资料来产生这一组我现在讲的这个每30秒一次的六位数的数字。他说，因为当初就已经约定好了，你跟网站都有这同样一份资料，所以后面你不管这些六位数的数字怎么传，你都不用跟网站讲，网站就会知道，因为它是基于时间的。可是这个前提是你的手机要跟网站不能误差太大，因为它是30秒，你手机如果时间慢30秒，你就永远登录不了这个网站。好，我们来体验一下。
这边是台湾一间交易所叫 MAX， 就是买公开的。那当要登录网站的时候，正常要敲账号密码。那我就把它交给你来记住。不有点慢。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要敲这个账号密码，所以我就把手机翻开。然后各位可以看到画面右边，应该可以看到我的手机，然后我就开始找 Google 这个歌出来，哎呀，还是太小，不知道会直接看我手机清楚。这边就会出现一堆，每一组数字就是一个网站的这个时间的那个互为的认证，我就开始翻到 Max， 它是81963，那我就给我到网站上来，把这组数字敲进去。然后这个数字其实三秒变一次有点麻烦，就是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剩五秒，就会觉得你会考虑你到底要不要敲，你就跟时间赛跑，你敲进去刚好超过一秒，又要重来再敲一次。这是目前现有的突围回的认证的方式。所以什么 yes 以后就会有个 bug。所以bug就会刚刚讲，现在的算力数你就要每次都要查看记住数字，而且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也就是每次都要使用火箭。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我们设想，如果因为现在流行区块链有所谓的不可否认，而且是很高安全的加密的方式，所以我们能不能利用区块链的数位签名的这个特性来增强我们的双因数认证的方便性呢？那我们目标是达到像 Google Authenticator 的安全，可是有类接近微信的验证的方便。各位知道，如果各位要登录电脑上的微信，就是手机拿起来按 OK 就登录成功，然后。来讲一下这张图是 Bitcoin 的那个数的钱包的签章认证的过程。所以你在 Bitcoin 要转账给别人的话，其实左边这个是 sender， 然后最右边那一块是你的接收者，比方说你要转账给某人，那首先你就是要在你上面这里是产生钱包的一个算法，然后你钱包会一在哪里？一在这里。你首先是会先产生在钱包里面会生一组私钥，啊，你的加密的私钥会再产生一个公钥，由这个公钥的 hash 才产生出你所谓比特币钱包的对外通知的地址。那这里有趣的是，你只要透过你这个私钥去签署的讯息，你可以用别人可以用你的地址。去验证这个讯息是不是你生成的讯息，其实主要的用途在这里。所以这个右边的图是反过来，你用私钥加密把一个讯息透过网路送到对方的时候，当然这个讯息会有它的名文，然后对方会取得用你的讯息的这个你的 address 反推出公钥，用你的公钥去 verify 你这个讯息到底是不是一模一样原来的讯息。这里有没有问题？那还好，就是一般的加密钱包。那换一个图比较清楚的看，就是这样，那个传送者把资料加密以后就可以透过网路送，那接收者使用传送者可以公开的一把所谓我们公钥，就是可以公开的钥匙，那是跟私钥是一对的，不能反过来，反过来是不行。然后你就可以去
verify 你的 data 是不是原本那个使用者传送出来的。好，那现在这张图是 Google Authenticator 的那个使用的过程，从打开 App 开始，就像我刚刚做的那些动作。那我是希望下面用我们叫一个 BOTP 的 Authenticator， 它的双艺术认证透过刚刚讲的那种方式的话，它其实可以做到打开 App 按同意就让你登录网站，然后它达到了安全的等级，其实是跟 Google Authenticator 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然后这里就有个好处，就我们不用每次去记那六位数跟时间赛跑的数字的密码，所以就会很自在。然后验证过程其实背景会自动会发生，然后就感觉不错。然后我要怎么用？是不是为了这个我们要去开发程式架设平台？其实也可以不用。那我现在这边这张图其实是这样，因为标题有一个不用 app。其实不用 App 其实是一种说法，其实用的其实就是 PWA。 那 PWA 是一种其实就是网页，那个网页基本上在手机里面可以做到类似 App 的功能，它也可以收简讯，也可以在你的手机有画面产生一个 icon 等等。然后可是它不是 App， 你不用从那个 Store 去下载安装。可是缺点就是 PWA 它只目前只有做一个手机支援，然后 iOS 还没有全面支援，所以还是要加油。那 App 跟 PWA 就是在使用者的手机上面的，所以利用使用者的手机就可以做到我们刚刚讲双艺术认证的其中一个使用者有的东西，对吧？应该是。然后呢，透过网站，如果有开启这个功能，然后网站会再跟BOTP 的发现的平台去做沟通，然后就可以做到很简单的刚刚讲的认证的方式。但网站不限于出口了。然后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下 BOTP 表情 Cater for 出口。我们当然要再把出口把功能增加到出口的网站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模组。那因为出口模组刚刚各位其他的 session听来听去就发现它又大 又多又强大，什么你想得到的应用主控模组都有。可是有时候像这种奇葩的用途刚开始是还没有模组，所以没有模组怎么办？就只好自己做一个。那其实主控的模组其实一句话来说，什么叫主控模组？它就是在页面请求的过程中帮你做出变革，其实很简单，就这样。啊、因为所有网站页面在看跟网站互动都是一个一个页面的生成，所以模组就在这边发挥了它的功用。糟糕，画面好像不是很清楚。那其实我这里只有两张，它没有麻烦。那主播的模组其实它是 一堆所谓我们讲 hook 的一个集合。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页面中间我们需要插段做我们自己的事，这是主播模组的使命。那主播会提供一些官方的好几个 hook， 在不同的网站的阶段来让我们插段做其他的事情。那其实所有的你要增加网页的功能，其实你都会需要一个类似 route 的一个功能，就是路径。因为你的 user 的 request 是透过不同的路径来使用网站的功能，所以主播对应的功能模组开发对应的这个 route 的功能叫做 hook 媒绿。那这个媒绿就是在你的指定的网站，我不知道各位看清不清楚。比如说在 user 底下有个 user 的 ID 在斜线，然后你指定一些字用斜线分一串一串，就变成这里就是定义了我们要呼叫，就是让 user 使用这一串 URL 打开网站的时候，就会执行我们指定的一些方式，比方说 callback 或者主播的表单之类的。那第二个 hook 叫做 user login， 就是在这个 hook user login 就是在使用者登录以后插段，然
然后再运行我们自己的代码，代码好像这是中国用运行自己的程式。那在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 2FA 的认证那一个图，三个图，左边 App 右边网站，下面是 OTP 的 Blockchain， 那就可以在 User Login 的时候去判断。这边就是其实 Drupal 也先设了一些下 DB 查询，比方说 DB Query， 然后就把一些息口放进去，然后就查出当前的这个 User， 现在这个使用者他是有绑定的 BOTB 的认证。那使用者如果有绑定的话，就把使用者带去绑定的指定的页面，而不是原本的页面。所谓指定的页面，就是让等待使用者去手机按 OK 的那个页面。我们现在就来 demo 看看。可是如果有人不想写模组呢？那没关系，其实就使用模组就打勾勾就好了。那就会有人把模组写出来，然后放到Drupal的网站上，然后各位下载回来就是。在下面这里打勾勾，在这里就把它勾勾勾起来，其实就可以用到一样的功能。然后我试试看，实际来 demo 看 demo 一次。因为 demo 总是很紧张，因为现场。刚刚讲模组这边有 BOTP， 就是打勾勾嘛。那打勾勾以后呢，这个模组会产生一个 menu， 刚用 menu hook 在哪里？在这里。它其中一个 menu 的路径就会让我们去进行模组的设定。然后这时候就必须把我们这个网站要使用 BOTP 的 platform 的功能，自己要产生。用 RSA 产生的公司钥，这样这个公司钥是拿来跟 BOTP 的 server 做沟通用，这样就可以保证资料比较安全，不会你在通讯的时候不会被窃取。啊，当你这个都设定好以后，你的刚是设定的画面，现在 user 进来，好，他就在 user 的这个选单下面会多一个 bind BOTP 的 bind 的按钮，那我就按一下 bind。然后就会出现，糟糕，我怎么去扫？我先把这个图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你现在没办法扫。我现在没办法扫，这个太广。哎，现在扫得到。好，我试试看。也可以。然后呢，就开启 BOD EBM 在右下角的手机。然后呢？要 D A 的我们先会去扫描一下条码，太强了，这样可以吗？再进一点，再进一点，谢谢，再进一点，太难了，哈哈，看到画面完后，好，扫到了，那这是这个过程是。当我们这个手机跟账号是第一次要绑定的时候，才会出现。你用，因为你是用你的使用手机去扫网站上的 QR code， 所以就会出现这一组叫做2459的一次性的 PIN number。那我们就在这边输入2459。抱歉，这个 demo 是为了这次 session 做的，时间有点赶，外面很吵，各位包含一下。所以就登录进来。那我刚刚。敲那个密码以后，表示我现在手里这只手机是跟网站上的同一，我的账号已经绑定了。那绑定好以后呢，我登出网站，那我再登录，其实就再登录不了。那各位看右边手机就会跳出，你要不要同意这一次登录，就跟微信一样。所以你在手机上就是按这个绿色，我现在按看不出来。按了以后，现在就登录，然后登录以后，这次的登录流程就会上到 Blockchain 上，所以现在这边自小的这个是 Blockchain， 我这边设定回传的讯息，就在
区块61的时候 ，H 是多少？可以看一下现在区块链通话吗？这边的区块高度就是60，就是刚刚那个登录，然后每一次 user 的登录都会上区块链，就不会被篡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最后这是最后一张，然后标写的最后记得密码最安全。以上是这次的分享，谢谢大家。对公有的话，就是你要绑在别人身上，那是不是要付钱？所以其实商链就是一个勒索 API 的物件，所以因为我刚刚是用自己的链比较方便上，因为速度快。那你要上到公链，其实你任何一个公链可以上，只是上公链就需要成本。所以比较好方法是你用自己的节点建立一条链，这样是兼顾，只要你节点维护的好，其实你资料透过这些还是很难串。没有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没有就不叫不管主持人出来，所以模组考面的人还没，哈哈哈哈哈。发一个我的认证吗？啊？就发一个我认证，就是像我们自己装，那没有留下。类似，其实就一样，一些硬体就是 OTP， 对，其实就是类似，就是类似 Google 什么这种，像我好像也有，应该也。想要登录的网站怎么跟 PWA 互动？想要登录网站怎么跟 PWA 互动？你是指这一次还是说你自己？你是在手机上要登录，然后又同时又要去扫那个吗？因为就是 PWA 是中间的帮忙的人。你可以把 PWA 当成我手机上的这个 app， 只是一个需要下载去安装。APP 一个不用 ，PWA 其实只是网络上的一个网址。那我开了一个网站，它可以做 BOTP 的登录。对。那个网站它是在另外一个 domain 里面。可以，就是那网站有 BOTP 的账号，然后使用你讲的应该是使用者，他手机没有装 app， 他是不是可以打开一个特指定的网址，比方说 PWA 做登录？其实答案是可以。那个网要登录的画面跟 PWA 要有互动吗？对。那他们之间怎么互动？你说登录的网站？对啊，登录的网页那个网页。其实基本上，像刚刚我在推到哪一页？会有一页是那个三方，哦，这里这一页。
然后你讲网站在这里，使用者在这里，那 BOTV 在这里。所以你的问题是，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个登录网页要怎么样认证说，哎，他怎么样通过 PWA 告诉我说可以登录了？其实，好，这个问题我知道了，是我刚刚没有这边解释太快没讲。其实登录的时候是，第一次刚刚在绑定我敲那个 PIN 四个数字的时候，这个 APP 或者 PWA 它会生成一组那个比特币的公司钥，或者我们直接讲公司钥好了，然后它会把它的钱包地址就公钥上传到 BOTP 来。所以 BOTP 会 keep 所有你的开源端的所有的那个公钥，然后下次 user 到网站去登录的时候，其实网站刚讲那个 menu hop 会把 user 的意图把它网页导到 BOTP 的页面，那 BOTP 的页面就会去问 APP 说，我现在是你要登录吗？这样子。OK。那就我们就到这里下课吗？还是主持人讲？主持人有没有其他的如果的问题都可以问？现在人都绕来这里，都是你的时间。不是，对。我多问一下，前一个那个他们讲那个，最后那个你们的客户不是希望说他不用透过注册就可以登录，可是他其实还是做了一个注册到用户的动作，对不对？对。就那个人在下一次他住在。不用，你说下一次，你说下一次，他第一个他等于写了一个账号，然后跟他 email， 对，而且有密码，对，有密码，那他哦，你是说如果他已经有注册的，对对对，哦，那你图大概没有看清楚，对，我们下面有一个说，如果你有账号，请点这个链接，你看没看清楚，藏在小小，藏在下面。对，哦，这个方法真是。哎，可是他会不会当成是说，因为他觉得他上一次是没有注册的，所以不知道从那个地方又在写。那又在写的时候 ，email 不能重复吗？对，他就是说你已经有问题，你已经有，你已经有写过了，注册过。可是他就觉得我没有注册啊，他已经忘记密码，他可能乱踢的啊。这个我要再去看一下我当时写的。我记得我有想到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要写一段是。他的如果是有这个账号密码，我就不注册，直接把它导到下一页。我要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一段，就当我跳过这样。哦，我知道你是 skip 那个流程，对，为了要 skip 这个。我那个的第一页并不是真的注册页，因为Drupal的注册页有很多它的流程，我是自己 create 一个自己 custom 的 page。哦，对，就想要跳过这些东西。哦，那你知道表单填完就会去呼叫那个Drupal的 user query 的。对对对。哦，就等于只要 email 对得起来就好了。对 ，email 对得起来。问题是在他下次能不能用他第二次填的密码进去而已。目前没什么。先这样。